这个是镀膜过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效果真的有差。OK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水滴，哇哇，好滑哦，超级滑的，对，哇，蛮滑的，所以这整片都镀膜过了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个顺下来，它就是一颗一颗的，对，一颗一颗这样咕溜下来。OK， 所以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镀膜完的效果。看一下，这个是我没上过镀膜的。可以看那个水滴的感觉。我高胸还是有差，这个水滴变太壮了，它不会跟着直接这样顺下来，它会附着在这上面。OK， 顺便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，博瑶的引擎盖有上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也是镀膜，上是镀膜封顶。OK， 赶快来找我业配一下。OK， 我们没有收任何钱来介绍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有差呢。有啊，零下五差。对，同样都是充完水后，整个水滴就这样顺下来。对，哇，那你看它的前挡，哇，每个都很顺呢，超干净的。来，转移阵地，惨不忍睹。哇，真的差很多，整个收水就整个水都，你看整个都留在这里，那上面更不用说，上面有没有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差很多，刚博瑶兄是这样顺下来啊，这里也是水都这样滑下来，哇，所以常常啊有人问说这个镀膜有没有这个疏导，哎，其实下雨天的时候下雨天安全的话就差很多了，就差很多。 OK， 哇，真的差很多。 OK， 好，那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欢迎这个，这是什么 ？Wake me， 唤醒，找我来业配 ，OK。好了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内哦，从内往外看那个效果怎么样？这个是博瑶兄的车子，它有镀过膜，所以可以看它的水滴其实都是凝结的 ，OK， 一颗一颗一颗，看起来就不会有没有？你这样看，都有那个从上面往下那个水这样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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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很顺 ，OK， 其实很顺，好。那我们看一下我的这台，我这台是没有镀膜过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这台是没有镀膜过的。OK， 其实从外面看就发现到差很多。我们看一下里面看起来怎么样？哎，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怎样变得很整个裹在一起。OK， 那个跟刚博瑶兄就不一样，博瑶兄刚是一条一条一条，每个从上往下的水滴都是这样顺下来的，那这个还会残留在这上面，所以这就是有镀膜跟没有镀膜的效果。开个灯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里就变很乱，很错综复杂。可是呢，博瑶兄他是每一个每一条都是这样顺下来的，所以呢，在下雨天的时候，其实看起来最明显，差异最多。OK， 所以这是有镀膜 VS 没镀膜的差别。等一下。好，博瑶兄今天要给大家示范什么？除油膜。除油膜。对 ，OK， 大概一点点就好。对。啊，先把玻璃的灰尘先洗过。对，先洗过。然后把它弄湿。对。然后就这样简单抹就好了。对，就把它抹匀。Okay。刚好借由这个机会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因为呢，非常多人来询问。说到底要不要除油墨 ？OK， 我们来给大家示范一下除油墨的后的那个效果，那个水滴啊是整个这样顺下来的。OK， 所以是真的是有差的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示范是整片上 ，OK， 整片上，整片上，体验的，体验一下，刚好很多。感谢我们博瑶兄。因为刚好博森也说他的雨刷会有点，对，我现在雨刷就是会有滴滴叫，对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上完后，对，还蛮顺的，用起来还蛮顺。到时候可能还是要冲一下，好啊，车主的部分，因为有些 OK 电到很高。就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，然后等一下再看啊，不要掉。
哎，要怎么看铺好了没有？它好像就是像这个有没有？这个中间很多空的，没有那个墨，它没有那个药剂在上面，有没有？哦，就代表好了。那个就代表有油膜啊、哦，有膜哦。哎，哦，要像你左半面那样子。哎，这边我们比较在撸有没有？它就那个药墨有没有很明确的？有没有看这个我？撸过去它会慢慢的残留，就一点一点的把它撸掉。是有附这个刮的啦，可是我想说这一面比较温柔。哦 ，OK， 对。那好，我知道有些人他有专门的那种，专门的那种，哦、那个可能轻更快的那个。对。那这样涂感觉蛮顺的。对，小小业余玩家，嘿，就自己玩开心就好。那就小面积、小面积的，小面积、小面积，这样把它散开来。对，好吧。它比较像是一个膏在上面了。对，跟这边一根小水珠就不太一样了，没有。那就是说，整面玻璃都是撸到像这样子。了解。都差不多了。有没有？嗯。这样子对照就有出来了。有。对对对。因为如果它没有这样研磨，它下去就是一堆小水珠哦。然后上面的我们，对，我们很慢的这样子弄，它就会干，就会像这样子。了解。我们不是专业，所以有些地方可以偷懒，不要撸那么多次。不过这个架子这个位置不能开玩笑，架子这个下雨天，这个位置要帮你。研磨的啊，有没有？哦，有，那就很清楚了。对，所以大家你要不要摸摸看？其实两边的感觉不一样。啊、輕輕直接这样，对，要出力吗？不用，就是轻轻的。哦，然后你看哦，这边已经有点涩涩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边就是水水的。哦，所以这里还没。滑哦，就一直给它撸到涩涩。撸到像这种。哦。上面搓的、啊。那我帮你开。好啊。换你撸小面积，小面积的，小面积的，对，来回撸，这样比较容易快一点。对，蛮好玩的呢，蛮好，很疗愈哦。对，哦，有感觉，涩涩的，有感觉了哈、哦，那就是比较那个油膜被弄起来了。哦，对，那就是小，对，这个摆明的就是那个了。那你就是一点点，我上次也是这边一坨拉。为什么都是这个？我觉得可能是雨刷收在这里的关系。雨刷最后不是摆会摆动到这里吗？对啊，所以这边就会积一坨。哦。有了哦，有变色，那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其他地方也要撸到一样变色。至少驾驶座那边不。这样整运感觉蛮累。蛮有成就感的。啊，对啊，已经蛮有。至少驾驶区，至少驾驶区啦。对，其他的。大概。除一下，想除的很认真再除的，对，这个可以受蝴蝶袖，受一下，还蛮有趣的哈、哦，蛮好玩的啦，哎，像这里都已经刚才很多家都变色了，那个就除的蛮漂亮的，所以大家这个其实很好上手，对，很简单，它这个就是号称不用一直冲水。对，然后这样就可以知道说哪边的油膜还有。OK， 这里已经色了。对。所以你驾驶区可以再加强一点。副驾就拉朦胧的浪漫没关系。朦胧。哇，很色耶。这一区啦，对，这一区。其他区都开始在变颜色。有哈、哦，不一样的感觉了。哦，现在两边的对比就有差了。那像这个就已经涂到没有颜色，就差不多，可能那个药剂也被你把旁边的药剂剥下来哦，可能也被我们弄得差不多了。怎么越涂越干净？对啊，所以不要再刮了。OK， 对，所以换另一边。对，不然就等我们那边再上一点点药剂看看。代表涂太干净了。对。
不让我刮了，太干净了。对。哦，你是拿哪一面？这面很快，这面一样，跟那面那就好。哇，刚好给有想要除油墨的车友们一个参考。对。这款还蛮简单的，还蛮简单的。对。对啊，你只要手会转圆圈就可以了，就 OK 了。对 ，OK。再来就是等到八小时后，哪天遇到下雨，再等你的体验。好，有机会可以开一下给大家看。也差不多吧。嗯，我上次也没有弄到全部透明，哎，你那真的蛮沙的。真的、哦？哎、欸，你再带一点过去看看，看是不是就真的太干净了。差不多。对。哦，有了，应该是那一片被你推得太干净了。哦。对，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。Okay, 好，等我冲水就知道了。OK。对，来吧，你来冲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刚好上完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来冲个水 ，OK， 小心哦。那么它那个水流下来是一片的，那就是成功哦。看到了吗？像这样子一片，有一片就成功了。看得出来吗？有。对，像这边是有，我觉得中间这边没有。对，那一块应该不够。你从上面轻轻用让水流下来看看，上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对。这个队有成功吗？我觉得这一区，哎，你仔细看那个水哦，等会你让那个整片水滑下来的感觉。啊，你放。这一区，就刚刚那个很干的那一区。对，啊，这是一般的那个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如果上到干了，可能就是还要再加。Okay. 对，有没有？就是你看那个水幕就被挡在那一边下不来了。哦。其他都是很顺的水幕，就是直接流下来，有没有？下来。对。哦，好了，那可能就是那一区再上一下，那我就刚好来。来。这个 step two， 刚刚这个已经上膜了，要先把那个把它擦干净，玻璃擦干净。那现在要上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玻璃镀膜。玻璃镀膜。玻璃镀膜机。啊，一样就把它倒在上面。还要倒多少？抹匀，到时候抹匀就好了。NG 了。忘了开。OK。好，好有了。好。也是用粉。哦。感觉出颜色。它有一点味道，所以有的人鼻子如果太敏感，哎，可以戴口罩，因为户外没有 N7 包、哦。对，我们需要 N7， 欢迎大家点击，点击下方链接，就慢慢一点点上，就这样涂就好了。对，也不用转，顺下来。我觉得是顺，把它抹匀就好了。然后就我上次自己也是。在驾驶座那边，对，量有上比较重，有滞留比较久了。了解。因为你看副驾的那边的风景的机会比较少。哦，对了。对。重点还是驾驶在还是安全。虽然我们有很多被动式的偷拍了三六零，对，可是还是有时候人还是很重要。哎，那个下大雨真的差很多。有时候下那种大雨，雨刷刷也不一定刷得清楚，刷掉了，那就需要靠这个镀膜啊、哦，让这个靠这个镀膜让雨飞，让雨飞，飞哦，让这个雨顺下来，才不会整个糊在那边。
所以镀膜其实，而且听说这可以维持半年，哇！他说前导可以维持半年，蛮厉害的。就等待试用。要不要上灯？好啊，上另一面好了。一条一条一条这样顺下来，我自己是这样啊。他说不定看有网友有没有高手分享，对，高手分享一下的插法，你们的上这个蜡都怎么上？对，好，镀膜完，然后他就是说干的时候，对，他就会等我会变色，哦，就像蜡一样，变色了，我们就可以拿那个纤维布下蜡布把它磨，就直接把它下下来，哦。另一半给脖子，情人节，情人一半感情才不会散哦。哇，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情人节。好期待下雨的感觉会怎么样？我也蛮期待的。对啊，很有，那时候就很有成就感。那换你了吗？好啊，应该是有。注意到它其实开始有点变色，然后白白哦，雾雾的这样。对，等一下应该更明显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左右还是有差。OK。来，帮你。这个要涂多少？就是淋一点在上面，然后就开始抹。这面嘛，因为它不太会吸。来，你要抹吗？先讲，它不太会吸，所以说我就是淋一点，哦、然后赶快就抹在玻璃上。对对对。来喽，一。二，有了。换右半面，哎，感觉色色是正常的。对，是正常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就是顺顺的把它抹下来就对了。我其实很容易呢，所以有时候其实 DIY 蛮容易的。对啊，对。有时候不一定要去外面给人家弄。对。如果喜欢自己 DIY 的话，可以像这样子，这个算简单啦、啊、对，算好上手。现在很明显，刚刚抹过的这一边就是白色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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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这边就是还是你原本玻璃的颜色。我发现我玻璃最上面没有涂得很均匀，最上面哦，好，等一下再把它，对对对，因为这样照光很明显。所以这样右半边算差不多。你说我们刚刚哎，我的右还是你的右？我的右。你那边吗？对。感觉还怎么看好了？要再加强一点。哦。像这里涂过还要再加吗？我刚刚是有啦，我有来回几次，对对对对对，啊你就看它几乎很快就成白色了，应该就是可以了，变白变固，有没有？嗯，对对对，啊你看你上面那边很明显就没有，对对对。这一瓶可以用蛮多次，大瓶，嗯，然后蛮便宜的，又便宜，经济实惠又好玩。脖子对待情人专注的眼神，小爱，这应该差不多吧？差不多，你可以过来看啊，过来看就蛮明显的，那个对对对对，雾的雾的就可以。
然后我记得好像要等一下，要给它晾。对。应该 OK。差不多，我们就等它一下吧。好。哦，来。好。单向啊。对。不要来回哦。对。就这样下来，有没有？这样一直拉、就干了。哦，还用纤维布？对，就是下拉布、的。对对对，比较细，比较好下、啊。它、这是它原本附的，看起来有差呢。有吧？对，啊，我们就先都来一次，然后等我再用其他面再磨第二次就好了，就很干净。还蛮简单的哈、哦。对啊，这样直接滑下来就很。对，滑下来就好，单层的滑下来，很亮。而且我有试过，对，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。对，我玻璃之前停在那个停车场啊，很容易有灰尘。灰尘。对，然后上过后，对，这几天，对，停下来都没有什么灰尘，都没灰尘了，都没有什么灰尘，这么神奇，卡在上面，还蛮这么厉害啊，还蛮不错的，就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说它对可以就是降低。灰尘粘在上面哦，有没有只是单纯的买来就是玩泼水而已？对，对，好啊。好，大家好，这个隔了两天左右，哦，其实上次博瑶帮我上了这个镀膜，那隔了两天左右呢，我自己来试哈，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上完镀膜后的差别。可以看到、比如说我现在是泼水，你可以看那个水有没有直接咕溜咕溜滑下来，有没有看到直接滑下来不残留在上面，哦，这叫做镀膜，这个效果就差很多了。对，大家可以看有没有那个水有没有直接就这样咕溜下来。 OK， 所以这个就是有上完镀膜后的一个差异了哈、刚好这个地下室有这个水给大家做一个示范，有没有？大家可以看到、那个水有没有直接很顺的滑下来，完全没有遗留在上面。好，地下室有点暗，所以大家就尽量这样看咯。 OK， 再试一试，有没有就很顺的这样下来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哇，每一个水晶都很顺，这样滴下来，所以这样你的前挡玻璃呢就会变得很干，哦，你就不会下雨天，哇，还要在那边有没有？水要一直卡在那边，也不用一直刷，有没有 ？OK， 好，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。OK， 好，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订阅。以及观看其他相关内容，当然也记得追踪我的 Podcast 频道。OK， 那我们就下一集跟大家见喽，拜拜。